小公公没。啊，我就喜欢他。雌红之丘把姐姐钟瑶被嫌面目可憎，很难聊。雌红和钟瑶在新戏《艾米丽的五件事》配对。艾米丽跟豆如相处在一起的时候，是艾米丽最能做自己的时候。为什么她就是看起来面目可憎？真的是。对，她其实看起来真的蛮讨人厌的，我自己也觉得蛮讨人厌的。红包很重。对，可以这样讲，她是一个红包很重的。你刚刚在开始有那个。对对对，我现在我这因为今天第一天要开拍，所以呢我就是赶快进去一下这样子。我以为你是会放不开，原来是已经进入角色了。我真的是一个放开的人，过开。啊，我要打开你心房花很久的时间。嗯，你说我本人吗？对啊，紫红是那种一开始相处，就真的觉得他好难聊天的一个人。看到那个脸啊，我就长得比较有距离感，对。对，然后，但是就是你要跟他，至少跟他多冷笑一点。我会怕人家觉得我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其实私底下是一个非常 can 的人，所以我有时候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OK。感觉你们藏了暖很久，就是一直在暖机中，还没有热起来。其实我还蛮珍惜暖机的这段时间，至少大家都是互相尊重。因为后面真的对我越来越不尊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是据点王会吗？是据点王吗？你怎么不会？其实不会，我就是有一个很难记的逗号吧。我没有，我可以感觉出他很努力想要接我话的诚意。